相识，为了一口咬断了头戴，他脖子上的那嵌在太阳手中的绳索。你看到的吗？你看到那颗昂着头吸着太阳的向日葵的吗？他的头闪耀着，在闪耀着光芒。你看到那颗向日葵了吗？你应该走近它，你走近它便会发现它脚下看到了吗？你看到那颗昂着头吸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？